8月16日，惊天魔盗团系列电影改编的现场版同名魔术秀《惊天魔盗团：魔幻现场》在京举行盛大发布会，宣布即将在北京工体开启其全球巡演的首站。本次魔术秀制作人西蒙·佩特携天眼四骑士与到场媒体和粉丝一同见面。惊天魔盗团魔幻现场旨在为观众打造身临其境的魔幻场景，力求将尖端影像科技与高水平魔术表演梦幻结合，在观影交织中揭开重重迷雾。此次天眼四骑士由四位世界排名前20的魔术师扮演，障眼师詹姆斯·摩尔，操纵者弗洛维恩·圣维，逃遁之神萨宾·凡迪门，入梦师 The Mentalist 恩佐·维内。天眼四骑士在发布会现场小露身手，各种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将现场气氛一度推上高潮。给新朋友看一下，所有的顾客牌都变成了透明色。This is your show. Thank you very much.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